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van Des。好，这一次的第二波活动终于正式展开了，活动都放出来了。那这一次就从这个《龙珠历史》这边开始入手好了 ，versus 魔人普乌。那想不到结果竟然真的是 versus 魔人普乌了，而不是对上超系的角色，这有一点点的可惜了，虽然有预测错误。原本想说，如果真的是出这个系列的话，出个普乌传什么的不是更好吗？稍微可惜了一点嘛，不过没关系。这一次的《龙珠历史》vs 魔人普来说有八个关卡了。哎，从第一站的是隶属、提属、提属、隶属、支属、支属、技属跟术属嘛，还 OK。可是最后比较麻烦的就是他的类别任务了，三名的最终杀手锏以及三名的超级赛亚人三。非常可惜啊，那只雾天克斯一直抽不到，所以这一次的话，哎，队伍方面我就这一只超山悟空拿来代替那一个雾天克斯了，然后这一只嘛，毕竟是彩星，所以我也把它给安排进来。虽然说本身是没有防御力了，但是我已经把它给练上去了，手法在攻击方面它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。然后这一队整体来说就是刚刚好了，可以解到所有的任务。然后以及在他的任务内有一条是必须在26回合内解决战斗，这一个的话我就不确定能不能完成了，有点微妙。 OK， 那么队伍方面的话当然是用这个啦，力双轮魔人普遍有攻防 170% 的加成，整体来说会相当的高了。哟，好友这个真的是好猛哦，哈哈，完全练到满了他的连接。等一下就用他来跟智双人搭配好了。那么就以这一个队伍来打看看好了 ，Let's go。又是收割龙石的好日子，哈哈。马金布。哎 ，nice， 一出场就让他们所有人都相聚在一起，15万，而且这个超三天食物不用被打，太棒了，稍微控制一下啊，这边的防御力43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亚杯，好低啊，非常的危险，哈哈。39万嘛，这两个待在一起的话就简单了。然后另一只力双人，我会让他走在第三路了，随时可以帮忙补血，算是不错的。然后悟空跟北极大，超二悟空跟超二北极大就另走一条路了，本身的攻击能力跟防御能力都相当的强势。nice， 都是有。连击非常棒，尽量的打快一点，毕竟要26回合内解决真的是不容易。OK， 哇，马吉德这么猛的吗？哇，这个三下的必杀发下去，他的攻防能力已经是高到一个不行了。秒杀吗？这一轮？太棒了，哎。第一回合就省下来了。OK， 接着就是北极大嘛，这边的话哈，OK， 悟空先三，小看一下防御力，13万跟12万，因为悟空会被克数，稍微有点麻烦。OK， 不没关系，刺了上去，再加上是3%。30%，不到33%。OK， 这边的话只要3颗，因为还不到他们变身的回合数啊，要三回合过后才可以变身，哇，有点可惜。走，来，再继续走，相信是 OK 的了，只要悟空不要中必杀，不会痛。要279万 ，nice。OK， 稍微可惜，340，
我觉得这个超额北极大不要变身的话，它的攻击能力会比较强，变身之后攻击力会稍微下降一点，但是因为有全属性效果麻群的关系，还算是简单用，攻击力也不算是下跌太多，毕竟有其他的代替方案。OK nice， 隶属的来敲给他死，就尽量让第三顺位的不要被打到了。 OK， 这一只哦在这边只有一个连接，非常的危险，不过整体上来还是有接近十万的防御力啊，不是接近，是已经有十万的防御力了，相当的 nice， 很猛很猛，以一张免费卡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强大了。而且登场的三回合内全属性效果八千，在这边他是打得出伤害力，安心安心。 OK， 这一边的话就开这边了，让他也能开招会比较好。 Yes。 OK OK 没问题，特殊再加上 30% 的减伤，轻松轻松。然后这一支新的免费卡来说，它三回合以后是直接就变身了，就没办法，有点无奈，我是不太想让它变身了。哦 nice， 不愧是开路的力壮人，非常的强悍。然后这一个嘛，哦来了变身。然后这个关卡的话，前面三关的摩龙普都会把人变，把那个气族变成糖果，虽然说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了。哦，马金被击倒，哇超爽。大概是要这样子，不过最后的一位其实是相当的危险。三下的攻击啊，我要不要保他呢，需要考虑一下的。先吃猪 ，OK， 六颗猪，全属性效果八千，没在怕你。然后，四颗猪，全属性效果八千，不需要全属性防御了 ，OK 的，扛得住。这一只啊，受到四下的攻击哦。只要不中必杀技，我相信他是撑得住的。OK， 就这样子了 ，Let's go。OK，Nice，Nice，Nice。这一只被打还算撑得住，可以，20万的血量，算是比较 OK 了。虽然说最好是必杀开在北极大身上了，连击 OK，Nice， 336万，非常的漂亮，请他一波。OK 258万，攻击力是稍微少了一点，但是没问题，用全属性效果把全来取代。最后的25万的血量，希望是够的。 OK 再来一发，nice。 蛮希望他的到时候极限战之后啦，可以把那个他的必杀啦加攻防。哇哦危险，不过没关系，哈哈。回血よこせ早く。サンキューベジータ。こいつか。哇哦，衰呆了。这一边的话嘛，就有点麻烦。我要考虑该怎么。因为必杀会开在这样子啊，保险一点。因为必杀会开在这个顺位，让悟空去挡，让孔飞去挡好了。而且这一轮其实也算是蛮有运的。已经开了这个变身，所以能得知必杀技在哪里。好。
OK， 普攻是完全撑得住，没关系。暴击吧，应该是 Mask， 对，没有。这一只普通过之后就是吸收不了。哎，首先就是应该，哎，布廷克斯吸收下一只。OK，Nice， 结束，算是把血量给捞回一点。啊，这只退化了，烦哦。哦，必杀在最前面哦，最前面的话，我让北极娜去挡。一二三四五六 ，OK， 全属性攻击防御 ，Nice。嗯，再来嘛，悟空只要三颗珠就好。没有 ，OK， 有办法吃到全属性效果八群吗？一二三 ，OK， 二四六六颗全属性效果八群 ，Nice。最后的悟空只会中一下，然后防御力有八万四。防御力有八万四 ，OK， 哎，攻击力加25%，可惜啊，这个需要撒旦存在，它才能启动到，然后可以增加攻防25%，稍微可惜了一点。不过在攻击力方面来说，算是蛮足够的了。OK， 就这样子去吧。全属性效果防御 ，No。OK， 我靠，竟然是风技。哇、哦，麻烦哦，我的北极大，亚贝，33万，妈妈妈！不过紫薯的方面已经没有被克数了，再来多一发，哎，可恶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哈哈，给他啦，哟，这只是蛮猛的，老实说，哦 ，OK， 嘎带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道具都还没使用到，所以还算是 OK 的。嗯，17万的防御力扛得住没有？哎，有点害怕。然后这一边这样子，最后的开不到招是稍微可惜了一点嘛。这样的话就为下一个顺位留足好了。必杀在前面。北极大全属性效果防御4万多，这样看到来差不多17万，应该是扛得住。下一回合才吃道具好了。就试试看这边。啊，没有顺下来，顺不够漂亮。OK， 15万，还行还行。还承受得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哦，不能发必杀，就看你了。这样的话，比克普不会也是会封技吧？这个很危险哎。OK， 再来，89000，哇，痛痛痛痛痛，痛到爆炸。嗯。还真的是会发必杀哇，相当的麻烦。嗯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最后嘛就，吃个蛇姬吗？12万，然后这一边就是取得成就。哦，攻击的时候攻防再加33%。所以攻防还是会提升的。这边的话，OK 啦，还是开一个蛇姬保命比较安全。哈哈，还是以保命为主。OK， 好 ，Let's go。美琪大就没有全属性效果拔群，有点可惜。要不然是想要在他出必杀之前把他给干掉的，382万，杀出一个超三悟空。话说我这一整队好像就只有悟空跟北极大这两位罢了。体双人，力双人，然后智双人，超三悟空，两只超三悟空，然后超二北极大，真的是，
就全队悟空跟北极大。哇，又是必杀顶在前面，烦哦。该怎么点好？该怎么弄呢？哇，后面这么多下了。这一只是比克普乌之后还有比克普乌之后还有两只、三只，还有三只吧。这样子的话，暂时不开了，暂时不开道具，只是要怎么搞吧？现在，OK， 再来嘛，就需要三颗珠才可以开到招，好吧？13万 ，OK， 还行，承受范围内。不管怎样，下一回合都不会被打死。我要确定的就是只有这个罢了。不过下一回合非常非常的危险呐、啊，毕竟两位克数的角色都在被克数的角色都在下一回合。天地大骂！哦哦，二连发，不过可惜没有加攻防。啊，斩呢？4万，哇，痛痛痛痛痛！哦，下一回合可以。哇哦，这个样子哦。好好好，这样，再来。都看目是悟空来开，然后最后嘛，这边虽然不是那么的舍得这个 Wish， 但是被克数敲一敲在42000的防御身上，绝对活不住 Wish， 只能上了。哎 ，Let's go。OK， 10万多的防御力还是很猛的。OK， 来了。嗨嗨嗨嗨嗨嗨 ，stop！ 啊，比较可惜的是，上一回合刺掉那一个蛇姬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上一回合没刺的话，那个隶属的空背好友那个已经可以变身了。然后哇，320万 ，nice！ 再来多一发，400万，直接请压死。虽然说这些请压死，但是还是会浪费道具呀。OK， 承受得住196万，哎，这个只能希望暴击了。哦，那个什么，啪，不死啊！还是不能变身嘛，不过这边。够他死了啦！哦，看透的那十回合已经过了吗？还真快啊！哎，就暂时这边、啊。不过这个战斗乐器真的是很爽。好、啊、，OK， 直接请他死 ，Nice。浪费了那个 Wish 的一回合了。哦，上一回合原来是没开地。哇，这一边的话，246，这样的话让北极大去挡应该 OK 吧？有全属性防御哦，这样的话就会挡掉一个50%的伤害，然后防御力13万也是属于够高，哎，稍微考虑一下哈、哦。好好好，美鸡蛋你上246，确定6颗珠都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3颗珠就好，增加它的整体的能力。最后嘛，对悟空确定一下，
取得器三个以上全属性效果，八前取得器六个以上全攻击全属性攻击防御 OK 了，四倍点的攻击 cut 到再来 Let's go， 38万的血量撑得住了，然后下一回合就可以让力爽人变身了，就很好 OK 72000完全轻松顶下来了，哎，249万，然后又有全属性效果，八前有伤害，非常的棒啊，哈哈哈，一游一游26回合内清关有望，哇好猛，哈哈，220万，哇这只超三悟空的攻击力真的是很猛，再来多一发 YOS 347万 Good 啊，可以上抗300万的都是很强的角色了，现在来说哦、oh, OK nice给你打嘛，啊可是解除超三的过后防御力特别低啊，让人不安， OK 就这样上就好了，这是在抽卡的时候最想看到的东西，一定是合体，绝对就是限定角色，さらにこいつがスーパーベジート。那么就直接上啦。最后的悟空非常的危险，可能会暴毙。不过我们要相信伟大的スーパーベジート，全连接满，全连接十都是 level 零十。你看。伟大的维基多直接把他给灌死嘛，哎没有暴击打没的死 OK 523万，哇非常的猛，哈哈、OK 310万 OK OK 再来 YOS，哎呀他的必杀先开有点浪费的，会被哇23万，这一下烤下去真的是痛到爆，已经没得补血了喂OK 好，哎界王神安啦、啊、安啦、啊、没太大问题，补血补血啊，这真的是靠吃猪来补血的这一轮，悟空有克数应该是 OK 的，防御力又够高，哈哦哦哦250万，有没有搞错这么猛、哦、OK 42000、欸、轻松接下没问题，是吗OK OK326万，不过没办法，这一只北极豆在这边连接跟这个北极大不是太好，就相当普通，只能连到超级赛亚人跟超级战吧。OK 反击，哎，我的这一只不太给力啊，攻防能力都不太美。好，哎，轻松，哇哦，对对，赤足补血，赤足补血。应该是没悟空开招的机会了，就放这去了，错 OK 沙优拿了啊，最后一只了，接着的就是最后一只的纯粹普，这个阶段的话对小姨要思考一下哦，OK， 哎呀，有点浪费呗。虽然说是能开招了，但是不漂亮。不过只是中一招的话，应该还行。必杀的话，北极大会帮忙扛掉了。这样子的话嘛，道具开一个微杀，既然带出来的，就跟他用掉好了。还是打保险牌会比较好一点，安全至上。Nice。
两万可以。哇，如果这边是反击，有反击角色的话，绝对是爽快啊，非常的愉悦。OK， 不会太难了。272万，哎，少了那一个33%的攻防加成，真的是好可惜啊！不然就是可以突破300万的伤害。啊，终于轮到这只超三天使悟空发挥了，这一关才是他发挥的地方。哦 ，nice， 来，哎，没有连击。哦，两只被击到，当然是好友的向前走。然后我想一下，有开到了，已经有开 wish 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Let's go。哦，还是一样，523万，非常的猛烈。嗯，我预测这一回合应该就可以结束战斗了。哦，307万，杀死他的。喂，反击。这边这一整排顺位全部都是北极豆，全部都是反击角色。哎呀，来了！我差一点就要挂了，有没有？不过没关系，剩下的全部都不怕了。哎，小事小事。哎，又是北极豆，北极豆瘦的。不过我觉得北极豆还是用那个。贝吉特神剑是最爽的，贝吉特剑气最帅啊。OK，Nice，、okay, Clear， 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哎，有在六回合内通过没有啊？刚才没注意耶，哇，打得剩下残血，哈哈，应该是打了相当的久了，个人体感是蛮久的，打起来。哇，不过就打过就好，一次过清到完所有的人物，哇，24分钟，相当的久，相当的久。哎，不过这个队比想象中的还强，主要就是防御暴毙的点就是这一只超三天使悟空了。这一只打底还有一个，就算解除变身过后，打底还有一个8万左右的防御力，非常的强悍。OK， 来看一下我的任务到底有没有全解啊？最后都没再注意回合数了。哎，海亚哥，哎呀的，哎，他的条件在哪里 ？Hospital clear 啊，有，26回合以内通关有。好，哎，这样如此就直接起了。多少颗嘞？这一轮哦，27颗。哎，这一轮的还给到蛮多的，27颗，非常的 nice。好，哎，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马达呢？